的一年哦，我们每年都要做趋势讲座，然后过去都是在台湾办啊、因为这一次呢，因为那个有很多海外的网友哈、很希望我们可以去海外办讲座，那所以呢，我们终于努力的，然后策划了，可以在新加坡呢办一场趋势讲座。那既然要办趋势讲座，我们一趟这样子去呢，只办趋势讲座就很可惜啊，对不对？所以应了很多的网友的要求呢，所以我们打算要在新加坡能够开一个密集班，开两个密集班开两个密集班就是用6小时的时间，两个班大概12小时的时间呢，教大家一些紫微斗数上面很实战的东西，那当马来西亚的朋友也欢迎来进，然后我们如果有机会，也许明年可以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开这样子教什么呢？教什么呢？当然，台湾人有听到，等一下这一段呢，就不要那个，不要再留言抱怨了因为新加坡那边呢，我们偶尔才去一次，所以我们呢把斗数里面我平常很常在用的一些比较实战、而且简单的技巧呢，我们在短短的密集班里面呢教大家。那内容主要会是攻略1、2、3这三本书里面截取出来的一些精华。那有的时候你看书，你不见得能够很理解跟很灵活的运用，那我们就把这种灵活跟运用的技巧呢，在这个密集班里面教给大家。一个呢是可以让你从完全不懂到可以看盘，另外一个呢是可以了解一下那个实际在运用上面你可以用在什么地方，譬如说怎么抓到你老公的小三啊，譬如说怎么知道说你这个老板会不会帮你赚钱，会不会发很多钱给你啊，或者是譬如说你是当家的小三怎么样不会被抓，我们大家都会在短短的这个时间6小时之内呢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教大家马上就可以运用。这中间呢我先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有个小小的技巧，也是平常呢我们常在帮客人看的一个手法，就是啊我们日常中常常会去想说我明天要去告白或是我明天要去谈生意，那明天这个日子好不好，或者是我下个月呢想要去谈一个很重要的客户，那我下个月哪一个时间会比较好，这个时候通常你会怎么做一去庙里面拜拜，对不对，宝贝看神明告诉我什么时间比较好那第二呢这中间还包含那你还会捡那个前十啊那第二呢翻农民历看哪一天这天是不是宜祭祀啊宜婚嫁啊适合什么农民历上面那本书来看适合什么但除了很厉害的神明之外呢农民历上面甚至说那个你去请人家帮你算哪一天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很笼统的，因为什么？因为那本农民历或者是那本择日通书啊，基本上它讲的是整个大环境适合的状况，但整个大环境适合的状况不见得适合你啊，对不对？整个大环境不见得适合你，就好像有的人他喜欢天气冷的时候，所以他就适合去那个北海道；那有的人喜欢天气热的地方，像老师我就很喜欢来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我这边可以潜水然后。我这么胖多适合来热的地方，因为体积大散热快所以我会喜欢热的地方。那每一个人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不同的环境，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拿你自己的斗数盘来看哪一天你最适合那怎么看呢斗数盘上面呢我们可以算出来流月跟流日那只要你算出来流月跟流日之后呢然后再去对应我今天要去跟人家谈事情，那我要什么样的状况会比较好呢？当我的流月跟流日的命宫官禄宫还有迁移宫带到了禄化禄禄存还有化权基本上啊，我出去跟人家谈事情的效果都会不错，效果都会不错。
那如果说呢，你是要去跟你的心爱人告白，那基本上呢，碰到天喜，或者红鸾，也还不错，也还不错。啊，如果说你要选择说你要去面试，面试是一种考试，考试考过了，你觉得在那个考试的场里面呢，你是出名的，所以呢，他要的是化科。所以其实呢，我们只要掌握好啊，你流月跟流日在你的命宫、官禄宫，还有迁移宫，能够有化禄、化权或者化科，那通常就是那个时候是你的运势点会比较好的时候。那透过流月跟流日怎么排，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什么运势点会比较好，我什么运势点比较好。那那个时候你去安排事情，去谈生意，去跟女朋友告白，跟新人告白，去求婚。都会有比较好的成功机会。那当然，我们在详细的课程里面会跟大家介绍说，怎么样详细的去看每一颗星画出来的路，每一颗星画出来全会不一样，然后要适合在用在什么地方，那就可以帮大家很精确的，找到怎么样是好的时机点，当然流月跟流日台湾同学不上课，我在其他的文章跟影片有教你们，对不对？去找就可以了。那流月重还流日重要？当然最好两个都有比较重要。那如果没有的话呢？至少你要找到流月哪个？那如果我一定是下个月才能谈，那当然找流日的。那这个细节的部分呢？更精密的用法，我们会在那个新加坡的秘籍班里面会教大家怎么是在上面应用。什么？赌场可不可以用？赌场也可以哦。好，谢谢大家哦。对了，因为那个难得去一次，所以我们有给很多的优惠，优惠的活动办法哦，活动办法看等一下影片后面有介绍。10, 9, 8, 7, 6, 5, 4, 3, 2, 1.